来的时阵吼，皆无用的命，拄着困难的时阵吼，就提起啊。啊，困难敢是咱会当阻止啊？困难吼，啊，拄我讲的，堆着来啊。镭射以前的所见的阴影，即世人来拄啊好清醒尔嘛。啊，安尼敢爱去面对？啊，无你进前就莫讲做遐尼济恶业啊。即世人来就会拄着歹的阴影啊。啊，侬既然毋知影做过啊，啊做过就爱吼勇敢承担吼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呐，讲咱一定爱是，一定爱会晓跳脱着世间法。所谓的世间法，就是讲咱袂使执着。会使妄想分别执着，因为咱若徛伫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就是邪知邪见，拢毋是安怎一佛界的正知正见，毋是佛的答案的迄部分，拢总毋是。所以吼，咱一定爱真清楚这物件。下面呢，我哈，再来讲一个，龙母地拜济公上师。他拄啊，伫一间小寺内底，迄主持个安道口，结果人下早时啊无见，早是毋是拢爱听念经诵佛？结果呢，伊听经听了，伊搞唔着，无我嘛拢毋知哪遐。哦，结果伊就拢很好。等到有一天，人上伊个即孙兄弟无伫个，伊就听了安怎？一罐个烧茶滚水，趁。因无人伫个时阵，迄滚水着对脚甲灌落去，大滚敢会空得一桶滚水安尼来倒落去？袂空得。嗯。等到天早个时阵呢，这个主持哎，后来无听着伊个迄个大滚个哀声，叫人去家看嘛，讲大滚啊死啊，哦死啊，师傅来超度啦，哦。但是呢，还是这个呢，无外久伊个过世嘛，哀叫。因厝两个人拢搁临近出事，即只大滚呢，因为伊以前就是等于讲，伊还有灵性，啊听经听真济，啊搁有叫这人去上经礼佛，所以济少嘛有功德。因厝伊去出事做一个啥？妖夫，啥物叫做妖夫？做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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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毋是即摆传咱叫大师讲，啊叫伊就来啊吼，以前拢有做财妖夫。结果呢，这个西平的师兄呢，伊去出世做一只猴。啊，有一天呢，这妖母哦，拢总会去山顶做茶，啊，去看到山顶有一个山神庙，啊，这山神庙哦，破破烂烂啊，啊，伊就想，哇，这山神庙啊，拢总会去有风吹日晒啊，但是伊因阁无能力，堪好去解去这间庙寺啊，因此呢，伊就发一个慈悲心。即打安尼打落去了后，马仔呢去买山顶的大龟嘞。咱若真靠有咧做事的，咱就知嘛。以前的龟嘞有迄落食出大顶的，伊就用山顶的龟嘞，把即个三宝粉嘞，即三星星面团，拢一人甲递一顶龟嘞。伊讲暂时甲伊加封加封，哦，啊结果呢，即个啥，佫经过一工尔，哎，还有快到七个寿司。像秀才安尼，大家拢做书本的。你经过一条河，结果大家拢穿甲全无啊安尼，都我到三拢才动啊，袂当过。伊就伊山顶吼，伊遐流落灌死啊，伊就撩落去溪啊，甲伊七粒石头，有七粒石头呢，甲伊铺做安怎？哦，甲伊有七粒石头，予伊安尼会当过来到遮。结果呢，哦，七粒石头。我安尼一卡落去，安尼六十磅，六十磅，安尼六七了，吼，安尼就过去。因此呢，拄好可以讲，伊三心三心会可以讲，伊安怎，伊来讲来着。因此，伊上吊，用上地遐走。伊讲，教父已经做了三宝殿，三宝殿就在咱这三顶的大会嘞。教父已经做了七千桥，哎，小小的一个动作，结果呢，龙上帝讲哇，安尼这个人真正吼功德无量，啊，所以伊伫迄山里了后呢，拢会去啊一挂迄山里拢有花花草正水，啊来甲插到迄山是迄个山是。
心中，三心上好不了，甲伊强讲，迄个甲伊强用。结果等甲伊过，甲伊安怎？过刚来的时阵，拢看伊着伊插的花，去互人甲伊揪起甲拍伫涂跤，甚至都甲弄掉袂。啊，那你讲会安怎？哦，这人太骄傲，这人偏偏咧近视，啊，着逐个问，为啥物都来搞我的天雕？啊，插伊个，伊即个第二天来了。唔知影，搁来搁甲查了了，伊讲好好，你倒个摇后，搁咧看，看看到底是对一个，家己的物件去了，结果看伊着一只狗，手腕内一一束的花，一直跳一直跳，跳来到遮，迄动作着正常，安那，扭起扭起，蛋雕，搞到尾，查伊个落，结果这娇母呢，着安怎？问他嘛吼，哎呀，你一只狗狗这么歹死，伊就家叫啊，啊，我狗就走啊，叫做伊也叫，伊也叫，伊也走，走去到遐看一个山洞，狗安怎对山洞入面？啊，叫我讲好好，你出来吃早餐，伊就去捡一粒石头，伫遐洞口甲卡咧，结果迄只狗伫遐内面，啊，要搬迄个洞口刀，到遐就无甲人好处理，怎啊白白伫遐洞内饿死？安尼，两个人的因果因缘已经了一世哦，了两世哦，哦，伊害死伊，伊甲杀死伊哦。过来呢，这个教父因为伊做了这观功德，因处伊过来不是去出世做对，两母地，做一个地哦。啊，这只狗呢，伊出世是为公，做一个将军。啊，咱拢知影。咱南无祖师伫印度来是要来度量母地，因为量母地的时阵吼，是佛法的国家，就等于讲伊足用心咧推广佛法。为啥物？因为伊的师父叫做智光上师，有甲伊解说过伊的三世因果。第一世伊是啥？第二世是啥？有甲伊解说伊的三世因果，所以呢，量母地。重重视着啥？伊的福报。伊感觉讲啊，我过去做安尼尔，哦，我就会当安怎，我就会当安怎，即世人会当做皇帝。所以伊重执着伫伊的功德上，我较会记伫前十天咱的啥物款啊？新春我来时阵有甲咱讲，有一工皇帝在要甲咱讲，先怎伊才会执着功德上？就是因为耶稣在公司来讲着伊的三世因果，啊，无甲伊拍破伊的相，所以互伊一。一足足用着这个相，然后再三日一暗晡日一时，起这么多妙事，用用这么多经文，吼、哦，这个是为了这个出家众。伊认为伊安尼功德无量，结果呢，咱达摩祖师来，本来是真正要度伊，不过呢，安怎用不着无言，伊家问讲，伊我三日一暗晡日一时，我做到安尼，哪安尼我功德有偌大？咱个达摩祖师来讲，何有功德？嗯，伊就安惊着挂布陀机送客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咱个达摩祖师来讲，讲有意要来度罗母，阿布以度成功。结果呢，阿妈成功成为人种，就是因为成功咧感恩的时阵，感觉啊天父善观，含咧念罗天主十地地界个十八。诶，这个迄个阎罗王，十八殿的阎罗王，拢来听伊咧讲经，但是讲到尾啊，阿妈一句讲一本三万书，吼、哦，阿万书咧几一本？一本三万书，万书咧几一本？结果咧，咱淡薄做书吼。像迄、那个哦，像像着有啊，一本三万书，咱下下呾会得有哦，一本三万书，万书一本。但无做书呢，甲伊问讲，啊，伊要几何？结果吼，互伊闹鬼，因为伊印袂出来，伊着哎呀，安尼念尔。伊甲伊问讲，啊，伊几何？结果伊是讲大着像你嘛，甲人互相讲问下，互相聊聊，好到闹讲好好。咱下我落来时阵，到甲伊伊讲伊个问题。因为迄个时阵吼，同毛祖师的喙齿两片是安怎足大齿的，伊讲要甲万二的去讲的。同毛祖师已经有心，他心痛啊，家己就
安怎？伊讲个龙巴尾仔甲藏伫桌仔顶，人就走。伊发现着安尼讲啊，安尼伊毋对啊，伊毋知安怎一直约安怎约要怎个去拜神吼，做神者吼为师。其实迄内底都有真侪故事吼，安尼今仔日无讲对啊去。所以我咧知影讲，因为龙武帝伊就是着着这个功德相，伊厝呢，伊所住个拢总是福建个，但是伊阁有卡着三济因果，无法度。啊、所以呢，咱来看讲，哦，龙武帝到尾啊，龙武帝到尾来的时阵，无得到任何的升官，但是呢，伊有一天问伊的济公老师，哦，济公上师家问讲，啊，我暂时会当升官，但是济公上师知影伊阁有安怎，一官必定爱伊家己去处理的，无处理伊就无法度人升官，因此呢。知影讲伫地王家内底要修行，歹修行，三两日就叫一挂美女来伫遐咧跳舞弹琴，哦，过着即个荣华富贵享受的诶即个日子，敢有心通去修行？无法度。所以呢，志公上师甲安怎？甲伊讲吼，伊若是知影伊要伊还阁有一关足大关的啊，伊甲伊讲吼，加甲伊比，伊甲伊问讲，伊定是要升到伊会升到的。伊家己比讲吼，比哪好啦？啊嘛无人解说是啥物哦，啊甲比哪好？结果家己建议讲，叫伊爱出去安怎？出去山林，一个叫做啥物城？叫做大城。台城伊国内的一个区域较近山哩，叫伊去了。结果呢，龙武帝为着真正要追求真理，伊真正怎啊去住伫大城？当伊去住伫大城无偌久的时阵吼，这个魏国这个侯景，就是迄只狗过来出事的迄个将军。煞安怎？本来两国是有，人讲讲有合作的啦，吼、哦、有签这个和平条款的。结果唔知影这个将军煞怎安怎反叛叛乱，怎领兵要来攻打这个啥呢？这个龙武帝梁国。结果呢，伊要来甲攻打的时阵。伊袂使反抗啊！伊龙武帝迄个时阵心嘛足安怎，足无奈的。就像咱有一寡老菩萨，有当时啊拄着考验，嘛会怎啊想讲啊，卖收啊，卖去啊。啊明明都有咧行，都有咧做，啊太难看这样一个考验。是安怎无我较快要甲咱讲，迄拢有过去所前的因缘来的。所以呢，伊伫个遐本来是足安怎，足沮丧。伊无想要安怎，伊无想要去收啊，伊要反攻。唔过呢，安怎？伊无力，因为量为的，迄大城内底完全都无文书，就亲像即个迄、那个乌拉克安尼。无可能。文书根本也未到的时阵，迄遐的所在有当时到尾就会安怎，就会饿死真侪人。我是还袂刚开始尔，所以呢，因厝内龙武帝伫个遐，伊咧退钱，退这个道心的时阵，伊的志公上师呢，怎安怎伫灌风中甲伊讲。这是伊要升到的一段关卡，非常的重要，伊一定爱挺过去，伊才有法度能升到。结果呢，因为因师父甲伊讲安尼了后，伊讲安怎升级落来，坐伫个遐安怎，伊无咧反抗，落是就落是，就像我啊，一直看着这两公仔战争，啊，咱我咧想讲。哎，人有迄迄落名人哦，电视名人拢来建议讲，啊，恁个婆啊啦、囡仔啦、贵重的物件，是说规个，如果若有客人来要走来，你等来，你脚底啊看下就要走。我比较想讲，哎，这袂歹哦，这应该做哦。但是尾啊吼，我想想，台湾是一块岛，唔是像乌拉克，我来当走去一样，国诶所在差几个国。啊，才会倒啊！咱着搁有船，还是有飞机？啊，若无四边都拢海，你搁看看咧，是要走去对地，啊，不如先坐落来。虽然呐、啊，哦，我也咧安尼想，虽然呐、啊，若是我不该死亡，若安尼炸弹落来，袂敢想着啦。啊，若是应该着爱安尼，啊嘛无要紧啦。哦，结束着咱一世人的这个短暂的岁月。会生命命，新冠再来就好啊！如果若是年轻的吼，咱就会当安怎发一个愿，讲我新冠再来，
后世人要搁收养人多，啊，万一去较济，伊又辛苦病痛一大堆啊吼，咱慢慢悲伤呢，咱来想讲把紧，我这一世人这身躯嘛用这么侪年啊，啊，甲己会歹用啊，我后世人这世人的这个肉体吼，来换一个金光身过来，吼、哦。换一个金刚身，那金光是不是足厉害呢、嗯？所以呢，换一个金光配过来较好。各位姐姐，那是真正有咧话呗，吼、哦，较自在的，因为有病痛找医生，啊，心情较好轻松，啊，袂使怨天尤人。啊，那安尼呢，咱自然吼、哦，心若平静了，阿妈吼，即使换了这个新姑娘，阿妈佫换一个金光配来啦，哦，迄、那个心情佫较好些，吼、哦。所以伫这个时阵呢，娘母地呢，就尽量比较安怎高士哦。你看，伊做一个皇帝竟然会落死到迄个大神啊！了伊第三世因果，来，这首诗就是娘母地伫遐所感悟所做的一首诗吼。伊讲是我当初不知因，伊咧讲这个孝敬上尊讲的。伊讲是我当初唔知影这个因缘果报。知影因果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本是当今一昧人，啊，咱咧，大家看看咱看，敢是话咱看迄个足长诶，迄个画出来，人敢是拢因果之主？当今啦，咱诶因缘拢相同啦，咱诶自性拢归遐来诶啦。当今一昧诶人拢归，拢归遐来诶啦。哦，你因为啥出外名？你因为咧为这个大城咧出我的生命啦，啊，我今天大城行伊的因啦，因为伊知影伊真死人，我有亏欠伊，所以呢，安那为着要了我这段的因缘，伊讲哦，我今仔去大城行伊啊，了我的因啦，哦，那么呢，这个好景呢，伊就去讲啥？我是荒林不知音，哎，一个无修养很多的人。伊敢会足认真、足清楚因果的关联？袂，伊因为伊拢加上了，一世人我都无做歹代志，哦，他有可能遮尔侪困难拢伫伊的身躯顶，所以他不认识因果关系哦，哦，所以呢，哦，好听到讲我是风尘不知因呐，哦，不识当今一昧人呐，唔捌，伊唔知影讲，大家会用是拢。同一个所在地啦，因果之主，吼、哦，阿母地造孽，为甚去？用母地到尾阿妈造我，用神超脱生死，证阿罗汉。结果呢，这个啥呢？伊看伊，吼、哦，这个好敬将军呢，伊看母地造孽，为甚去？这叫做修定啊，因为伊感觉讲，安尼到遮，因的因缘。因为这个啥个因果，到遮做一个灯，哦，唔通搁牵缠啊！你看，这有智慧交无智慧，拄啊好差呢。嗯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佛法来讲，其实修养很多，唔是要让咱来遮听做些道理，听做些道理，足够人都摕到伊运用伊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拢袂听，还是无形无事，我做我的，你讲你的，哦。因呢，遮呢，咱大家拢知影呢，身躯有一座的自性佛，就亲像一座的宝藏金库。但是这个宝藏金库呢，吼、哦，大家拢固着的哦，吼、哦，随时人人该固着哦。但是你若这个宝藏无去解锁，无去解开困，那安尼宝藏伫遐，那个金库，金库山伫遐无开采啊，同款金库也是金库啊。刚才比姨妈出来给你，刚才比那个宝姐出来给你，对的啦。所以呢，咱今天像咱注意今天在这，大家也当安怎出来这互勉互励，来这学习互相体验，这就是咧开阔咱的胸怀嘛，互咱的自信，我会当愈来愈提升愈有力啊。哦，你讲随时今天在工作，啊，你若不练不提，哪如矿山啊？就连经过千万年。要讲出来，哦，依然呢，历史地的金矿是金矿的，哦，矿山是搁伫遐啦，由于一点仔关系都做过。你看这，哦，这是不是有符合着咱所想的，哦，所想的？不然，明白法，咱来听
着你是咧了解这个法理，但是呢，你没有法是一回事。哦，啊，若懂得应对，道理我都知啦，但是当人咧叫我处理的时阵，我就点现袂出来。就惊我家己的自我、家己的人讲讲意识啦，我的惯性啦，我的个性啦，哎，有当时啊做唔对啦，阿来念都讲啊，啊，这种我的个性，这么侪年啊，你唔知呢？爸爸，咱捌听着人安尼甲咱讲无？啊，这种我的个性，啊，我就，哦，我就较大脑、较硬，啊，我也无心机啦，啊，你唔知影呢？哦，啊，安尼敢会当圆满？袂得。所以我懂得应对，不过是一回事。啊，应该负责，吼、哦，应该是爱袂使执着，不妄想，不被主宰，应该负责，嘛是一回事。爱当宽容无碍，嘛是一回事。来，咱来看讲这吼、個，诶、欸，明了法是咧，互咱离无碍，就是讲，咱听着人咧讲啥，咱会当去甲撇离。